由陈清晨老师他所带领的诗词欣赏班，经诗人的素质，诗是文学的精粹，文化的结晶，当今社会充满靡靡之音，大家如果能够激发正气，放怀豪饮，当能善尽移风易俗之力，而使社会更加和谐进步。在座的各位来宾，这个诗都是唐诗啊，非常的简单，和你们的一起来吟唱。今天我们这边同学要吟唱的有三首，第一首是《清明》。今日念经学馆诗词欣赏班诗词吟唱，欢迎各位嘉宾指导，向台一鞠躬。好，第一首吟唱是《清明》，诗题《清明》，作者杜牧。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遥指杏花村。人秀千年多芳踪，千年时节雨纷纷，留下天人玉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遥指杏花村。Yeah.
间，长风几万里，吹不玉门关。请听这首歌曲的原唱。第三首《关山月》，李白作。银挂出天山，重返云海关。中风几万里，吹不玉门关。汉下人多，乌龟青海关。雨来春见底，见幽天关。出客望边野，思归多可岸。高流东施岸，汉血已更寒。谢谢你们，也谢谢陈老师。